二仁乡运动公园总面积达到六公顷，内面有垒球场、网球场，其中这片草皮是上大上水的特色。农业博览会期间，广府各地公园内装饰农夫的卡制作雕塑艺术品。古仁乡公所完成了花园步道，今麦阁争取到观光局经费，要继续扩建步道，再进一步，和步道环境更加亲民和舒用。运动公园在去年已经加一个环园步道，也已经完成了。第二期就是咱这个观光局啊所争取的啊750万，要来做一挂啊步道啊，以及咱的住宅，啊个咱的表演广场的呢，啊个一个棚架的一切的设施的呢，这就是咱一个运动公园，和大家伫遮运动休闲，包括咱啊带囡仔来看阮的金属公园，啊来看阮去农夫的脚，啊个火车啊一系列都啊一挂物件，啊用伫遮。啊，行一点，啊来遮运动，啊，真好个所在呢，欢迎大家来。受到气候影响，工程有时做有时停，不过即马已经渐渐看到整体面貌。过去运动伫大树下五分火车已经刷来到外面，新建步道凉亭设施也陆续完成。二仁乡运动公园已经渐渐伫个转变了。工期预计三个月就完工。咱运动公园当然是要一个小气个一个好所在啦，吼。啊，当然希望大家。啊，时时刻刻啊，来这所在来运动、来休憩、来啊看看安尼吼，是真一个真好一个大草原呢。二仁乡运动公园虽然剥离了相当大抗力面积，因为维护了相当环境，因此无起沙问题，而且也利用这处大征收将草皮做一个整平处理。嘛，因为空间面积大，好使用。过去这几年，二仁乡公所只要大型活动，拢来到公园举办。记者李炳安采访报道。